你已经犯下了错误。Gosh。Hello， 朋友哥，我是风破。我们今天玩的就是 Minecraft， 没错。然后我们要玩的就是这个 No Words， 无言以对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发现它那个一些其他地图我没有删掉之后，它是越来越亮，它的那个字体是那个样子。好，然后就。总而言之呢，就继续吧，调一下。好了，然后现在不会再发生什么事情。我突然在想，他会不会有那种，就是我黏住的时候，他会不会想要攻击我？就是我被这个东西困住的时候，然后跑过来吓我，那个时候压迫感是超级重。门是长一样的。又是一张给理查的照，那个信呢？给 Richard， 我知道你有爱你的，你非常热爱你的音乐，但请不要忘记你的家人。Emily 告诉我，你整晚都在那个拨弄着你，就是把玩着你的音乐，就是对，就是在弹琴啊什么的。我知道那很难，对你来说，这个东西就像是就是。就是你的爱好，你对此爱不释手，但你的家人是远比你比起音乐是更为重要的。你应该要去看一下医生了，他能够了解你，并且能够帮助你的。如果还有什么东西是需要帮忙的话，我会找时间来陪你，我会找时间来帮忙你的。Your son， 笑到死。哇，朋友在帮你耶，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门是锁着的。然后这边又没有门了。老实说吧，我现在是的确是有点紧张啊，因为我很少玩这种麦块类型的恐怖。他，等下，我刚是不是穿过去？没有。老实说，他这一类的地图是真的有其压迫性的，对。而且他的那个，对他的 jump scare 会比较麻烦。爸爸，我们可以玩一下游戏吗？现在 ，When mommy is no longer there for me。哦，在妈妈已经没有在妈妈没有在陪我的时候，就是等一下，为什么音乐突然就冒出来了？P.S. 我写了这张给你，因为我真的不想要让你生气，去睡觉。Cassandra， 已经太迟了，已经太晚了，然后不要再这样子再说你死去妈妈。在我拿起纸张的那一刹那，你就给我变成黑黑的。哇，哇塞，都是音乐，深陷在音乐之中，然后没有停下来，就是完全去没有顾虑到其他人。点点点。拜托爸爸，就玩一场游戏吧，我不想要。Only one game， 还有一段时间，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吃东西了。Will you write me again？ 你竟然还在这边在写这些东西给我，什么烂纸条？
然后我会确保就是你不会再有任何东西可以吃，闭嘴，并且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哇，天哪！这个附近也太糟了吧？好吧，那个地方是空的，就那边是没有东西的。然后门果然是消失了，只剩下音乐了。问题粉碎了你。恐惧。绝望。死亡，呵，你是个坏父亲。0309，我需要写下来吗？Richard，3月8号是不是？3月9号，看这个是精神疾病，非常之严重啊。哦，这是刚走的房间。好，看来已经开始崩毁了。哦，这是当时有小孩的时候，你能够想象得到，原来盔甲架也可以搞得这样子，让人神情紧张的感觉吗？爸爸去哪里了？敲门。然后开门，在哭啊。等一下，是我要过去的意思吗？我有没有要过去？Richard，也许我没有遇见你的话会更好。没有人会去什么 carry，没有人会去在意你的病痛，是吗？是这样翻吗？你也没有人会去在乎你的病痛，你没有，就是你的那个病啊，你也不会去关心去照顾 Cassandra，就只是去继续去专注在你那愚蠢的音乐上面，而且也因为这样子，你让我死了，我希望你死掉，死在恐惧和罪恶感之中。我要不要用那种比较情绪化的方式去讲他？不要帮助他。继续去玩 Richard，继续跟 Richard 玩，是不是？是这样喊吗？太近了 让他一个人。玩你自己的音乐吧，Richard。你已经犯下了错误。Gosh。好吧，颠倒是，哇哦哦，这黑黑的，这个为什么看起来像电视啊？没有，那个应该只是配色上的问题吧。啊，这个嘞，哦，黑的，好吧，那就只能走这里了。
压一个很重哎、欸。好，如果他丢的图片不是很恶心的话，那是还好。因为他本身丢的图片是还好，那我还没什么话讲。我觉得婴儿那个真是有点恶，那个色心啊，当下看到有点错愕吧，我觉得 你好，我的名字是 Richard，我现在没有办法说话，我现在因为我的病况的关系没有办法说话，所以就会有这张很愚蠢的纸条。我很高兴去见到你，我很好，谢谢。那你呢？我的兴趣是阅读、绘画，而且我非常热爱音乐。这是个非常好的主意。0309，我会在那边的。到时候在那边见，到时候在那边，希望可以见到你，Emily。Gosh，了！我靠，直接去血祭了！给我从这里离开！Gosh，这个真的是，哇哦！明明就是个八 bit 的东西，然后可以搞成这样子。跟我一起玩吧，Richard。这个音乐不有趣吗？好音乐不听吗的意思吗？他这个真的做的还蛮好的，这一个唱片机的感觉很棒，它是很旧的款式，我是蛮喜欢。哇，要修。救命啊！他变得越来越黑了，好黑！但这个真的没问题吗？一切都是一场梦，也许不是哦。哦，不是，地上有张纸啊，点，turn around，啊，死掉。Hello, Richard，是我 Emily。你想要看看我的脸吗？我那丑陋的脸，不想要。抱歉，Richard。我已经忘记了，也没办法说话，真是太可怜。像你这种，哇哦！哎，OK。那是一场梦吗？Richard，我们已经回来了。Emily，那个去买了好多东西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忙。我想我应该改变一些什么，做些什么来改变。哦，哎，真的不错哎，这个。Horror map，恐怖地图，其实后面还是有点警示意味。有，对，about man with no words，哈？哦，他不会说话的意思吗？无话可说的意思。
因为当时我困在是无言以对，或者是无话可说这两个词，这两个标题。感谢你的游玩，非常感谢你玩我的地图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那是非常棒的。如果你可以给我一个钻石的话，那就可以帮助我哦。也不是，就是说会让哦，那个是在论坛上面的那个东西啦。Also, you can give me the hug. Not. 这个是这样子。好，给你一个抱抱，好了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是 Stay tuned from more of us. 可能有更多地图之类的吧，就是关注他们，可能会有更多地图。好了，那这是一款非常一样，就是。我现在找到的恐怖题，我都是觉得是蛮好的、啊，就是可以，这可以有，真的是非常的有那个气氛在。然后，嘿，他的 jump scare 真的是有吓到我啦。不过最后面那一张jump scare 应该是要取决于地图那个那张图片跳出来的那一刹那，然后再加上那个音效是一定会吓到你，是因为它突然变很大声，然后你很专注的情况啊。图片的话是要。那你眼睛突然要有一种突发性的，让你没有办法去那个，没办法接受那种感觉。他后面的，因为后面有准备啊，所以比较没有吓到。可是还是有，我觉得让我最吓到的应该是那个灯泡吧，还有那个婴儿。其实还好。好了，那我应该还有再找到几张恐怖地图了哦，我之后再慢慢看啊。反正英文字。至少英文的那个东西，它基本上我都看得懂，所以没差。对，就慢慢玩。好了，今天这样子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，See you。